感谢观看，今天带来的是这盒20周年纪念版的真骨雕 Fights。其实说是20周年纪念版，其实也就比大家常见的真骨雕 Fights 多了一个封套而已，甚至封套都是要自己套上去的。整个封套造型还是非常的炫酷的，但是我路费来回大概要3个小时，2000日元，再加上大的电器店都会有10%左右的返点，所以说相当于亏了3000日元。为了这个封套，各位觉得我是不是冤种呢？其实这个封套我早就做好为了3000块钱买它的觉悟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也想来到那个555的那个展，为大家做前线记者，为大家来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结果基本上是一个新品都没有，什么真骨雕凯撒呀什么的通通没有。唯一有点趣的就是可以让你免费隔着老远玩那个新的 CSM 的551腰带，但是那个我既然马上都要到了，我玩那个干嘛？结果现场也是排了非常大的队，然后还要花860日元才能玩，然后完了以后才会送你一个小礼品，我真的不太理解。废话不多说，我们看主体吧。Fights 本身就是个配件多的皮士，所以因此这个配件并不是首型战士，给的配件在8800日元里也还算满意。但是如果跟 Fights 的其他产品进行横向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摩托车的剑，甚至还有手提包这种都是完全没有的，所以说还是比较过分的，个人来说。但是这款产品确实并没有愧对真骨雕这个名字，身形把控是非常的到位，整个细节也是可圈可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吧。因为真骨雕头部要正，这是基本功。这款 Fights 的头部我个人觉得是相当正的，像是很类似鲨鱼的仿生设计，还有各种圆形的复眼，都是很好的还原。然后各种像中间的细节也是不输 RAH 的，我有一台 RAH 的 Fights 款，现在是有点已经爆皮了，但是确实这款做的一点都不输那个 RAH。作为真骨雕这次也增加了噱头，像脚部的这个脚掌为了保证可动，脚掌上面的零件用的是软胶零件，然后肩甲内部也是用了一个软胶零件进行固定，还有跟奥特曼迪迦一样，奥特曼真骨雕一样，那个也是用的软胶胸部，只不过这个软胶相当的硬，我觉得应该跟迪迦强壮型差不多，应该掉漆的风险不是非常的大，个人觉得。跟皮套一样，像手部这种螺旋的细节，手部上红色的线条，每个手型都有啊，并不需要替换手背甲，然后腿部这些螺旋的细节都有还原，然后脚部这个是也是筷子特有的，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进行了细节上的还原。全身上下的光子血管涂装也比较细致，然后整个关节因为是有关节的过渡，不是皮套，但整个关节的过渡也相当的自然。唯一我是觉得比较有损，也不算有损真骨雕吧，算真骨雕的常规操作，就是胸口这个合摩线侧边这个合摩线有点大，但这也算是鸡蛋里找骨头吧。个人觉得这款在万代里面除了配件不太足以外，已经是比较好的一款产品了。整个腰带玩点也是非常多，像这个腰带大家都知道 Fights 的变身是通过腰带把手机插进去，然后再旋转腰带变身，这也可以还原这个玩法，直接把腰带插进去只不过这个就之后会讲，非常非常的松然后最让我惊讶的就这个手机居然可以打开，整个手机屏幕上的细节按钮呀什么的都清晰可见，这在小比例玩具上也算是一个非常让人惊奇的一个表现。可以把我之前出过视频和开头展示过的可发光的 Fights 进行对比一下这个虽然两个没有任何可比性啊，但这两款产品我都非常的喜欢但是有三个缺点我不得不提。首先是腰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缺点，可能是我个人的重点像腰部这边我是调整了好久，最后大家也可以看左边跟右边这个两个真红光子血管的那个就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会不对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产品的通病，反正至少我是这样的，这是让我比较担忧这款产品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情商一点，就是还原剧中设定，低情商就是地板小精灵最爱，手机一碰就掉，旁边两个相机还有那个手电筒倒还好。然后第三就是相机，大家也看到了，相机的合摩线非常非常的难看，然后是两个胶水直接粘一起的，所以说我可能会不太相机展示吧。其他的配件做的除了这个相机的全套照样是有大大的分摩线一样以外，每个都非常的精致，像这个全套这全套收纳器刚刚有合摩线的，然后这个是没有芯片的手机，然后同样里面也有细节，然后这个是展开形态的手机，然后这个是手电筒，都非常非常的精细，上面各种精密的深线，我很满意。产品的可动性我个人觉得还算是可以就满意和接受的。然后首先是头部上台左转右转都比较大，然后肩部也是因为这个我说的这个，所以手部平台就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然后曲肘也比正常的假面骑士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吧，然后弯腰是因为软胶腰的原因，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然后还不穿帮，然后后仰也是基本不穿帮，然后脚的前台、后台，然后屈膝，我都非常满意。然后接地性方面，因为是软胶的，这块零件是软胶的，是，前台、后台都非常达到很夸张的幅度，所以说摆流氓蹲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我的流氓蹲非常的不标准，只不过我这么不标准的流氓蹲都能站得起来，也侧面反映了这款产品的接地性非常的好。总结，这是款非常优秀的产品，个人觉得如果胸口的花纹只是我个人的中奖的话，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购买，绝对是一款不愧对真骨雕名号的产品。就是阉割掉摩托车剑和公文包还是让我有点小小的不爽，之后我CSM 的 FIZE 腰带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测评，感兴趣的可以关注我，我可以看到全网最快最速的手办模型评测，我们下期再见。